如果你問我咧整乜嘢最拿手，我可以好肯定咁答你係意粉，因為我個個朋友食我嘅意粉咧都會 like 爆嘅。佢哋會問我：咦，係咪好難整㗎？其實嗱，好易嘅啫。又問我有冇秘訣？都有嘅，最好就係有個廚房好幫手咯。整焗肉醬意粉的方法咧，就是先將意粉咧煮一煮，大概煮七成熟左右。七成熟是幾多咧？就喺包裝紙上面的時間減大概兩至三分鐘。煮完之後咧，將佢隔乾水，再用啲橄欖油咧撈一撈，就好似依家咁樣。咁我哋今日咧就會用現成的茄汁肉醬嘅。如果喜意食多肉的朋友咧，可以再加啲嘅免治肉落去煮一煮。咁我哋咧就將個茄汁肉醬咧鋪上面，跟住可以攞一啲番茄落去啦，最後咧就鋪埋芝士上面啦。落完芝士之後咧，就可以入光波爐噶啦。首先咧，我哋就放高架入去，再放肉醬意粉，之後冚蓋，温度咧就夠 turbo， 時間咧係十分鐘，之後撳 start。搞定！哇咁快个厨房好帮手，就帮我搞掂碟肉酱意粉啦。如果唔食牛肉嘅朋友咧，可以用猪肉做，效果都一样噶。